读书籍拼凑世界的形状，用阅读掂量重复和无常。一本书，一席话，一个观点，一些方法，在好书里相遇，你值得拥有光。欢迎收听读书类音频节目《刀熊读乐乐》。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刀熊读乐乐》，我是刀熊。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来聊一本关于如何晒自己工作、应该不应该晒自己工作的书。这本书呢，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最近也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作为学者或者作为老师，很多时候你会觉得你的这个工作应该是一个非常完整的面貌去呈现给大家。 那看了这本书之后呢，我会有一个新的感觉，就是不要太吝啬去分享自己在工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成果，不要害怕把你工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挫折呀和这个过程去分享给别人。这本书的名字就叫《Show Your Work》，人人都在晒，凭什么你出彩？ 玩转社交网络的食堂创意自修这本书的作者呢是 Austin Klein，奥斯汀克莱恩。这本书出版在二零一四年，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这个相同的感觉啊？就是艺术家、学者、画家、创业者，无论你是什么人，在当今这个时代，其实去分享自己的工作，在互联网上把自己的这个工作抛出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发现，说有的人他非常的适合和擅长去不断的展示自己的工作，那另外一些人呢，可能会觉得有很多的犹豫。那这里边犹豫呢，我来分析一下，大概无外乎这么几种类型。第一种是怕别人说我们的作品不好，第二种呢是说。 怕别人把我们的一些 idea 偷走了，因为我这个东西还没成型。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在创作过程中就觉得说，嗯，没有什么好显摆的，我这个东西不值得拿出来给别人看，别人也不会感兴趣哈。 那么，在这本书里边，这个作者克莱恩他说不对，这些都不对。你应该分享创作过程中，而不是创作最后的那个产品。他的意思是你在整个去产出工作的这个过程里边，你应该像一个纪录片一样把它记录下来，因为呃，对你感兴趣的人，往往是对你的工作过程感兴趣，而不仅仅是对你的工作结果感兴趣。 我把这本书里边最核心的观点给大家总结一下，他基本上讲了这么几点：第一点就是说为什么要晒；第二点是说晒什么啊；第三点是说具体一些小技巧，以及如何应对在晒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出现的这些挫折和其他人对你的这些负面评价。首先，克莱恩他认为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如果网上看不见，人们就感觉这个东西不存在。 也就是说，如果在网上找不到你的工作，找不到你的成果，找不到你的作品，找不到关于你的介绍，那么人们就会觉得说：“哎，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那反过来，你在网上的这种曝光率，你在网上的这种呃作品的呈现越多呢，那么人们就会越知道你是谁，你在干什么，你将来可能产出什么样的一个成果。他认为我们应该晒，一定要晒，这个是自我推销的一个过程，人们会喜欢看，会被你吸引，会被你的故事吸引，而不仅。 仅,仅是被你最后的产出吸引。那么第二点，他认为为什么应该晒呢？就是晒这件事情，除了能帮你能够很好的自我推销以外，它能够帮你更好的产出。 诶，也就是说呢，如果你不去晒，你自己关着门，在你的 studio 里边，在你的这个书房里边，或者在你的实验室里边，你可能两年时间产出了一个作品，然后两年之后说，哎，大家看我的作品在这儿。但是如果你在这两年中间不断的把你工作当中的点点滴滴，你遇见了哪些挫折，你在遇见这些挫折的时候你想了什么，你求助了什么样的办法，最后拿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这些如果都分享出去的话，那么。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更早的跟你的观众、跟你的粉丝、跟其他的同行进行了交流，那么你也就更好的拿到了一些反馈。那可能在之后的你在继续写作、继续做研究的过程中，你的一些想法就因为别人的反馈改变了，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你更早的去受益，你更早的产生更加丰富的、高级的一些 idea，那么最后你的成果呢也可能更好。 克莱恩在书里边做了一个比喻，他类比这个人产出和工作过程的这个关系呢，就有点像经济学上说的一个叫 “stock and flow”，就叫存量和流量的一个概念。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厂家，或者如果你是一个工厂的话，你要把这个东西卖出去，你关注的是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你的存量，你现在有多少货，对吧？在你的厂子里边。第二个是一个流量，这个流量有可能是流进来，也可能是流出去。那么作者认为呢？呃，在我们的这个产出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到底有多少成型的产品？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工厂或者公司它的一个存量。 那么这个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比如说你出了几本书，啊、呃，你制作了几个电影，你写了几个剧本，你写了几首歌，但是流量也很重要。什么是流量呢？比如说你把一个你现在项目的 update 发到网上去，然后你发了一个帖子，你发了一个推文，嗯、呃，你发了一个每日的更新，嗯、呃，这些就是你的流量。 在这个书里边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说最好的一种工作方式，应该是在保持流量的同时，不断的构建存量。就是说，我们当然要去做产出，我们当然希望做存量和这个有更好的产品。可是，如果你不去关注流量，不让外界知道这个有多少流进，有多少流出，那么你的存量的这个积累呢，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呢，作者非常的鼓励我们：think process not。 Product，哎，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呃，我们传统的这个艺术家和生产者就会认为，只有最后的产品才是有用的。但是现在的这个艺术家，如果你想做得好的话，你应该关注的和分享的，不仅是自己最终的这个产品了。 那怎么办呢？我们这个不关注最后的产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去考虑这个事情？为什么我们要分享过程当中的一些东西呢？那这书里边告诉我们说，这个其实每个人都是会对其他人类感兴趣，对吧？我们如果要是喜欢一个作家的作品，呃，我们如果喜欢一个学者的论文，我们会很有这种好奇心去说，哎，这个人从哪儿来？ 到哪儿去？他每天都在干什么？那么，当我们去分享我们工作的时候，其实往往是这些关于我们每天在干什么，我们在过程当中的这些 struggle、这些 frustration、这些东西，诶、哎，让人们觉得非常的有兴趣啊。所以有一句话叫“人们真的很想知道香肠是如何制作的，而不只是吃那个香肠”，对吧？因为大家都有这个好奇心。那么，今天如果我们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那么艺术家、学者、作家。 可以随时分享我们想要分享的任何东西，而且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成本的。而且我们能够在分享的过程中呢，去决定我们想分享多少，对吧？哪一部分的自己？ 想要给大家展现出来，那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开放性，又可以保持一定的收敛性。那么这样的话呢，嗯，很多的在创作过程当中的小故事、小体验，嗯、呃，你的进展、你的挫折、你的灵感来源，哪些人影响了你，你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些体会、读的书、你工作室的照片，这些都可以分享到博客里边去啊。那么最后一点，在这本书里边，作者强调的一个，我们非 非常应该晒的原因就是，我们能跟我们的受众建立一种独特的长期关系，而恰恰是这种关系能够给我们带来灵感啊，给我们找到潜在的合作伙伴，帮我们找到潜在的顾客啊，以及呢潜在的宣传者和宣传的平台。这些人他们不仅是因为我们的产出而跟我们保持这种良好的互助的关系，而是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嗯，我们就互相结识了。 说完了这个，呃，为什么应该晒？我们接下来来说说为什么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应该晒，但是我们没有去晒。其实，嗯，作为学者，这一点是非常突出的。我经常看到有很多的学者，他们会花数年的时间去写一个很大的项目。 当你去知道这个学者做了这个论文的时候，是他产出的那一刻，也就是说这个论文被发表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作为一个读者来说，我很好奇的就是你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论文？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你是怎么经历这些挫折的？你这个稿一共投了几遍？哪些期刊把你拒掉了？拒掉之后，你当时心里是什么样的 OS？然后后来你又怎么改的？ 那反过来说，其实我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这种在呃做 research 的开始就开始 share 的这个过程啊，因为我们其实从内心往外呢，还是有很多的顾虑，我们不敢晒，我们怕别人的评价，我们觉得我们的东西不值得晒，没有人感兴趣。那好了，那这本书里边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办法，就是如果我们不敢晒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办法去改变我们呃脑中的这个担忧。 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记得，就是你不需要成为一个天才。我们每个人在当今这个科技、教育、商业一切都在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业余爱好者。即便我们是呃，你拿到了博士，你在某一个领域觉得自己是专家，就是你不可能对所有的东西都是精通的，对所有的这种新鲜领域都是精通的。在这样一个时代，恰恰是一个业余爱好者。 往往比这种专家产出的东西更有用、更有效和更新颖。这个其实也是有很多研究，就是发现其实做业余爱好者往往能有更加新鲜的、有趣的、惊人的产出。因为如果你是一个专家的话，你的很多思维方式和框架其实恰恰是已经被教科书、已经被这种固有的认知所限制住了。所以呢。 不用担心，你是一个业余爱好者。我们作为业余爱好者，我们愿意去尝试，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我们愿意把自己这种尝试的一面暴露给大家看，去进行实验，随心所欲的去创作。那么这个恰恰是我们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的这种优势。所以呢，这个首先是一个心态上面的问题。那第二点呢，我们还可以做的就是，当你不敢晒的时候，你去想到死亡这件事情，就不觉得什么，把自己的东西暴露出去，别人的评价。 还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了。那这里边我给大家念一段乔布斯他曾经说过的话。他说。 记住，我很快就会死去。这是我遇到过的最重要的工具，可以帮助我做出人生中的重大选择。因为几乎所有的东西，所有外在的期望，所有的骄傲，所有对尴尬或失败的恐惧，这些东西在死亡面前都会消失，只留下真正重要的东西。记住，你即将死去，是我知道的最好的办法，可以避免陷入你认为你会失去一切东西的陷阱。因为你已经在这个世界上赤身裸体了。 也就是说，you have nothing to lose。当你想到说，哎，我们每个人都迟早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不会那么在乎别人的眼光。那你会觉得说，哎，我留下点什么吧。好、啊，哪怕有人觉得这东西不是完美的，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好办法。而且呢，在书中作者提出了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去读别人的讣告。那这个克莱恩呢，他每天早晨起来呢，在工作之前，他都会干一件事情，就是去读别人的讣告。那么他读了之后，他就会。 感觉到这个死亡和生命的结束离自己不是很远的一件事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会有更多的这种创造和去晒出自己工作的动力和激情。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解决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当你感觉你没有什么东西可晒的时候怎么办？你如果是科学家，你每天就在实验室里，你已经习以为常了，这有什么可晒的？你如果是一个画家，你每天动手动笔，然后去做着几乎一样的动作，你会觉得说，哎，这有什么可给别人看的？那么 在这本书里，作者提出的观点是说，你工作其实对大众来说最有价值的部分，可能恰恰就是你处于学徒阶段，你遇见了挫折。 你没有办法一蹴而就的这个漫长的工作过程。他说，没有人会在乎你的简历的，他们想看看你用自己的小手指做了什么。所以呢，就是呃，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可晒的，这可能是一种错觉。你在整个的工作过程中会有这种，你设计一个项目。 你有一个新的 idea，你问他非常兴奋。你可能想写一个剧本，你可能想去制作一个电影或者写一首歌。那这个灵感从哪儿来的呀？谁影响了你呀、啊？你听了哪首歌有了这个新的 idea 啊？然后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共花了多长时间呢？那这个你的工作室长什么样子呀？你用的什么工具和设备呀？ 那最后这个结果的产出一共花了多少时间啊？等等，这些，都是别人感兴趣的东西，这些我们都可以分享到网上。那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一句话，就是，呃，要关注过程，而不仅仅是结果，因为大家都是非常想了解这个过程的，大家都喜欢听故事。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就是为自己所做的工作做纪录片。哎，我觉得这个想法特别的有意思。就是呃，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有的时候呢去记很多的历史事件，以及去关注名人他的一些经历啊，或者是一些明星的经历啊。但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一些重要的经历、重要工作，他的。 不同的工作阶段啊，什么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人生的一些重要的时间点，反倒没有那么的呃了解。所以呢，我觉得他这个想法就是说，你要为你自己重要的工作去做一个像纪录片一样的东西，你去记录你的每一步。那比如说，你可以开始做你的工作日记，将你的一些可能还不太成熟的想法都写在笔记本上。 或者，如果你觉得用声音的方式更容易，那么你就对着你手机的录音设备把它录出来。你也可以去保留你的各种剪贴布，然后呢，在你工作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找人去拍摄一些工作的照片，拍摄你工作的视频。那么这些给人呈现出来一个更完整的、更有趣的你。 这些工具其实，在今天这个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已经是非常容易获得了。那所以是我们每个人拿智能手机都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无论你是否分享这个东西，记录这件事情本身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之前在分享这个学术写作的时候，就讲到过一本书叫《How to Write a Lot》，还有一本书叫《Writing Your Research Articles in 12 Weeks》，就是都是讲说你在写论文的过程中，你在分析的数据的过程中去。 去搞研究的过程中，有一种很好的记录自己的方式，就是做一个工作的日志。那你要把你每天写了多长时间，写了多少字，写了多少这些东西记下来。等到你这个项目完成之后，你回头一看，你会觉得啊，自己这个真的做了很多的事情，那么给自己增加很多的成就感。另外一方面，你可以去分析说，哎，我这两天效率特别高，是因为什么？可能因为我都是在下午三点工作的，或者说可能是因为我前一天都睡得特别好。 所以这个呢，也能帮我们系统的去找到我们自己工作当中低效率的一些问题。那所以呢，就是我们呃回过头来说，无论我们做什么工作，在做一个项目的过程中，也许我们可以成为自己的摄影师、自己的记录者，把自己工作的过程想象成一个纪录片一样的东西。那如果这个东西最后你觉得可以分享给大家，好，那我们就放到网上。如果你觉得诶、哎，这个东西我不想分享给大家了，那对我们自己来说呢，也是一个很。 好的记录。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说几个如何去晒自己工作的方法。第一个就是每一天都要晒一些自己的工作，每一天的时间呢，最好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因为如果要是晒的时间太多了，那么你可能反倒会去占用你工作和产出的这个时间。 那么这个半小时之内，你可以干什么呢？你可以介绍一下你工作现在的一个状况和进展。比如说，如果你刚刚开始一个工作，你在设计一个方案、设计一个小说的时候，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哪些想法让你觉得特别的兴奋。那么，如果你正处在一个项目的中期阶段，那你可以每天 update 一下你的进展。 这一阶段有什么新的思考，有什么感悟等等。那么，如果你在这个项目的最后的阶段呢，你当然可以跟大家分享你的成果，你在整个的工作过程当中的一个收获、一个反思等等。那么，在我们晒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社交媒体。那么现在当然有微博，会有 Facebook、有 Twitter 等等。那这个作者的观点就是，你去找到一个。 最适合你的，也不用太多，也不用每一个社交媒体都去登，但是找到一个呢，给你这种互动感是最好的。另外，除了在社交媒体上，呃，去展现自己，我们还可以去建立个人的网站。 那么在建立个人网站的这个过程中呢，作者给我们的建议是，不要把它视为自我宣传的机器，而是将其视为自我发明的机器。啊、嗯，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它是一个自我宣传的机器，你就会把自己所有这些做成的事情啊、自己的成果啊都摆在上面。但是另外一个思维可能是说，你通过这个网站产生一些新的想法，去分享一些在过程当中而不是结果当中的东西，比如说。 你从哪里找到灵感呢？你的脑袋里边现在装满了什么东西啊？你读什么东西啊？你订阅什么东西啊？你都喜欢什么样的作品呢？听什么音乐？看什么电影？有什么样的艺术收藏？你的剪贴布里都有什么？你在办公室的桌子上放着什么？等等，这些都可以放到个人的网站上去。 这些你表现你喜好，表现你在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些特征和特质呢，能帮你吸引到很多的这种跟你爱好相同的人，吸引到粉丝，那么也让它成为了一个促进你生产的一个机器。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去教授你所会的东西，在你学到东西的那一刻呢，你就转过身来把它交给别人。比如说，你可以分享你某一个技能建立过程当中你的阅读清单。 你所使用的网站。 你所看到的书，那么你把你的参考资料分享给大家，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可以创建一些教程、一些视频、一些文字，给他分享到网上。那么你也可以使用很多的这种图片呢、啊，引用别人的工作呀，然后呢，来建立你自己的一套这种教学的体系。那么在整个教授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当然能够帮你自己又把知识捋一遍。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你也向别人展现，就是你呢。 逐渐的，在这个领域已经成为了一个小专家。另外一点就是晒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的时候去分享故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可以使用的一种方法。其实所有人都是喜欢故事的。那么我们人类其实是通过听别人的故事。 去跟别人产生连接的，而且知道别人在创作当中的这个故事呢。如果这个故事它越复杂，越能够激发我们的联想，而且呢，可能会使很多本来对某个领域并不感兴趣的人进入某一个领域。那么说到讲故事这件事儿，它其实有一个最基本的模型，就是这个故事。 有一个开头，有一个中间，有一个结尾。所以说，那我们在分享自己创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思维，呃，去晒你的工作。你现在处在这个故事的开头、中间还是结尾啊？你如何去？ 呃，用一个更大的视角去看你现在这个工作状态，展现你现在的每一天的这种所思所想，而不只是把它盯在那一点。所以，这种讲故事的能力和思维，也在我们晒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得到很好的这种锻炼和体现。 那当然，书中呢，作者还有很多其他好的建议，大家可以找来具体来读。比如说，作者有讲到，就是呃，收集邮件地址这个东西、呃，是一个还蛮有用的方法。尤其是如果你想创业的话，那么很多人他会使用同样一个邮箱，使用十几二十年。那所以说，他可能不去用 Facebook 了，他可能不去用 Twitter 了。可是呢，你发一个说，哎，我现在有个什么新的产品，我现在出了一本新书，可能十年之前订阅你的人，他依然会得到这个消息。所以这个呢，很容易。 帮你去建立一个持续的客户群。那么，另外呢，就是如何去面对别人的负面评价和挑战。那我们把自己的东西去分享给别人的时候，首先呢，要注意就是你要想好哪些是你的比较隐私的，或者是比较敏感的，不太愿意让别人看的部分。那这一部分呢，你是最好。 全都保留起来，不要去分享的。那么，在你能够去分享的这些部分里边，你也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就是一定有一些人会觉得你做的东西不好，或给你各种负面的评价吧。那我们怎么办呢？其实作者在书中用了一个比喻啊，他的妻子有一天看他读了一个呃读者的评语之后，非常的不开心。他妻子说：“如果咱们家客厅里有一大堆的垃圾，你现在会怎么做？” 然后他说，那我就会找一个垃圾桶把这些垃圾全都拿出去扔了嘛。然后他妻子说，对。那对于网络上面的有一些的负面的评价，你也应该是用同样的这个态度。如果这些负面评价它是一个比较理性、中立的、有建设性意见的东西，那你当然要考虑它。但如果有一些评语，它完全就是一个喷子，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把它当垃圾一样扔出你的世界，扔出你的头脑就好了哈。所以呢，可能在我们晒的过程中，也要逐渐的培养这种能力。 好，那么今天这本书《Show Your Work》就基本上总结到这儿了。 那其实呢，我自己也在做研究，或者说读书的过程中呢，呃，逐渐在学习所谓的收腰 w o r k 那我也很希望我身边的朋友和听到这些节目的你，把你的工作展现出来，让大家看到你正在玩的东西，正在做的东西，你正在进行的一些思考。我相信这些东西呢，既会帮助我们自己成长，又让这个世界感觉到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灵魂在做事情。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